对于说劳动部的升格，它显然是一个失格哈，不是升格。那踩在工人的这个血跟汗尸体上面呢，爬升上去的。劳委会升格成劳动部之后，所有的劳动条件、薪资全部就冻结了啊！我们恭贺潘世伟升官发财，特决总统马英九，特决总统马英九。2月17号，也就是我们劳委会要升格劳动部的揭牌的日子。那我们在工会团体今天为什么很辛苦，全台各地来到这里抗议呢？因为在马英九及我们现任主委潘世伟的执政之下，我们的台湾的劳工像王老五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，像我们的工资永远不会上涨，我们的薪资倒退16年，我们的劳保年金要缴多领少，延退领要把我们大砍一刀。官方今天他为了劳动部升格，为了总统要来，结果把这些受苦受难的劳工挡在劳动部外面，大家说这样对不对啊？不对，对对，没关系。马英九总统发表了一席谈话，他说。当然我们最近因为这两年官场劳工的抗争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错觉，好像我们劳工是不是都生活过得很惨啊，或者是都得不到保障。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纠正他这番谈话的，因为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，不光是15年前被控告的工人而已，还包括了一直以来迟迟无法解决的华人自救会，还包括了在桃园地区过去由立委廖正吉所经营的万州化学公司，明明在去年还大赚2亿元，竟然还缩减劳工福利，最后工会干部因此为了争取劳工的权益被打压致死。这个案子是经过劳委会判决违反工会法的。今天我们也带了家属来到这边，要表达对承诺的抗议，表示台湾劳工过得很惨，并不是一个错觉，而是因为官场工人的抗争，让大家知道台湾社会有多么的悲惨。而且我们这里准备了一个金色的匾额，要送给潘世伟，因为他根本没有资格来担任第一届的劳动部长。我们看到这里，我们工会团体所准备的是人力资源部的牌子，因为我们要告诉劳委会潘世伟，今天这个劳动部根本就是薪资冻涨的劳动部。然后他现在来，我们车队先，我们车队来，我们现在我们要继续参加他的揭牌大典了。之别政府将国道的业务呢财团私有化，
只给我们精简本来就应该要给的七个月，然后变成协商的结果，收费员的年资全部没收，然后归零，还在外面公布已经优于法律给了收费员。那政府带头欺压劳工事件很无数，我们被迫上街头就是希望能够唤醒沉睡的政府。若政府继续活在自己的世界，只会让更多的愤怒跟不平的劳工走上街头，所以我们坚决要求政府跟我们收费员重启协商，还我们年资，然后 ETC 收为国有，收费员国家安置。资方让我们签那个退休金协议书已经骗了我们十几年了，那个财团一直过着好日子，然后资金都移到越南去，移到 海外去，然后再留台湾，让我们这些辛苦的劳工没有办法生存。劳动部今天升格实在是不应该哈，什么事都没做到，他们简直都只有在帮资方的忙，他们应该改成资委部才对。我们求诉无门，没有一个官员出来为我们争取权益，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答复，大家都两手一摊都没办法，然后中央推地方，地方推中央，我们这些老人家都不知道如何生存，然后我们明明都已经做到退休了，还要叫我们去找工作。退休不是就是应该要领退休金、退职金了吗？公司赚钱，他还偏偏一直降低劳动条件，不加薪没关系，工时越来越长，薪水越来越低。为了我先生是理事长，他为了要公司不让这些老员工给退休，他出面争取劳工的权益。他今天出面争取了劳工的权益，劳委会也裁决公司一些违法，他被停职又被解雇。停职期间，因为监视自杀，为了这个事情也自杀。接着我先生被解雇，造成经济梗塞，跟主管吵架，为了争取员工的权益，他就走了。走了，留下我这一个女儿，26岁，她不识字，生活道理全部都要忍，她什么都不懂，我们家生活支柱就没有了。在谈抚恤金的时候，现在公司告我们，我们在2月11日已经上法庭了。我不知道公司他到底要怎样，把我们已经逼上绝路了。总统府对外对媒体说，他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们发了一个更正稿哈，我想很多媒体应该都有刷到更正稿。他说他们的意思是说，他们这几年执政以来有非常多对工人好的政策，其中的东西叫做权益基金。好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今天你跟资方有任何的问题，你要告资方的时候，你可以来申请权益基金。马英九讲出这种话，非常非常的不要脸，就是放屁。整个所有保障劳工的法令，你不去修，你弄个权益基金，就是说你等着工人被资方告，你再来跟他说哦，你被告了，我给你权益基金吗？这个就叫对我们劳工好吗？那这边好，这个劳动部为什么叫劳动部呢？这个是我们官场工人要送给今天正式挂牌升格，劳委会升格成劳动部。我们要讲的是2年前的1028，当时应该调整的基本工资动涨，所有的工会团体3000多人，我们手上凯道去丢鸡蛋，因为这个案子前跑去传总的前理事长毛振飞还入狱20天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的薪资实质就被动涨了。可是呢，我们的劳委会主委说什么？他以前是学者，他研究很多劳工法律，他当学者的时候就不断说工资应该调涨，台风假应该说劳工跟工人一起放。但是他当了劳委会主委之后，
我们会，我们所有的工会联合，我们会发出一个更大的抗争。